走后门靠关系，爸妈我们不要你介绍工作。你知道妈妈她送了多多水果，然后请老板吃饭，就为了帮您争取一个行政人员。因为介绍还要就是顾虑到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是一个面子的问题。你觉得每个人都在看你的工作表现，就会听到闲言闲语说啊，原来是走后门，不用去分厨余什么的。你有能力就不需要来介绍，想到就是脱离妈妈的掌控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囧很大。